各位爱台湾、勇敢的台湾人，大家早安，大家好。为什么我会讲勇敢的台湾人呢？相信大家拢大概知影，台湾民政府绝对是真的过去唔捌有这个机会，但是相信嘛，有人去甲亲戚朋友讲哦，足侪亲戚朋友唔敢相信，对无？有人讲敢有可能？啊，其实哦，迄唔是一定是无可能啊，是因为他不敢去想，伊毕竟咱讲骗七十年啊，你甲看即卖的迄个课纲微调，你拢知无？有人唔知课纲微调的代志？哦，内容哦，我们就大概哦，大概知道课纲微调。那微调既然有那么多人抗争哦，表示伊无合理，而且它的程序是黑箱作业，哦，黑箱在哦，家己十几个乖乖伫遐讲好用这套给囡仔读。啊，法院嘛已经判过了，输，伊个程序不符合。而且抗议不是干那迄乖囡仔咧抗议哦，其实有足侪学者。其实台湾这五十年来啊，有足侪咧研究台湾史的，吼、哦，叫做台湾史。那研究台湾史的人当然知，啊嘛一挂老师教授嘛抗议，但是抗议足久无效，表示他真的是有问题。啊，你看咱迄个召集人或者王小波，王小波知无？捌看过无？迄、那个教授啊，吼、哦，捌看过吼、哦，白头毛吼、哦。你敢知王小波真正的迄个身份是啥？应该无人知，王小波的真正身份就是迄个中华统一促进党的副主席。哦，哎啊，中华统一促进党，你敢知啥？嘛，佫可能唔知吼。伊的主席是白人，安尼敢对？因内底所编的教科书内底的人啊，人员啊，拢暗含的，无但变成知讲是虾米人？迄十几个内底一二十个无人知是虾米人。结果，伊是中国人，啊编教科书，甲人骗人的囡仔。结果有一个囡仔叫做林冠华，你知无？伊伫咧二十岁生日进行自杀。伊自杀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抗议，对这个政府甲抗议是无效的，所以伊用伊的性命实践。伊要死的进行，伊有老遗书。结果一开始，因的老爸老母无原谅伊，嘛甲骂讲囡仔人唔读册啊，干那去抗议啊，无效。因老母甲讲，恁下去哦，阁有哪样？甲讲啊，即个囡仔去哦，另一个县东去无？哦，啊，所以因爸母嘛是以为是安尼个。到一死了，因老爸老母，因老母才知啊，因老母足后悔，伊讲妈妈误会你了。原来啊，你们小朋友，但伊即摆囡仔拢有电脑、有网络看，他们不会被洗脑啊。反正伊讲啊，是你们这些大人被洗脑啊，我们不会被洗脑。所以你看，一课纲微调来，这当然有足侪唔对的，包括讲，即卖呢，咱拢知哦，咱逐工咧听来啊，几年啊，敢捌看到台湾光复节？无吼，伊即卖要搁恢复啊，台湾光复节，台湾光复节是唔对，咱啊读足侪民政的资料的，咱就知绝对不对。台湾哪来的光复？对不？是老蒋的走路来台湾的，台湾并无光复呢，等于是。简单讲哦，是越翻旧大呢，讲旧大较好听，是翻侵占七十年了。所以呢，今仔我要来讲这个地方诶，其实同款，就是哦，看得知吼，台湾民政府的园区，哦，这个故事呢，爱对十几年前讲起啦吼。下底这个林志兴博士哦，这個、有人唔捌伊无？拢捌伊嘛吼？哦，哎、欸，有当时啊，共名共姓嘛，有了。这个林志兴博士呢，伊十几年前啊，伊去中国办学校，哦，所以伊是一个台商。伊过去台湾有补习班，啊，落尾前进大陆去中国办学校，伫四川成都。那学校办了袂歹，啊，有赚到钱。啊，当然有赚到钱的，中国嘛有乌道的吼，乌道的吼，就讲恐吓，要提钱嘛。干啰嗦，爱着钱就可以啊。啊，白道呢，就是政府，是讲哎，这学校袂歹，可以赚钱哦。想要甲食个，所以呢，甲罗织罪名，甲关起来。当然关无偌久放出来了无偌久，佫用各种方法，佫甲你来关，佫放。这林博士呢，发觉
这经营不对。如果那无走吼，绝对翘伊个，绝对会个不死个。伊就要甲他霸占下高嘛，人一定爱先用个死嘛。所以到尾啊，这林志升、林志升博士一发觉不对了，以前开始绕跑，对中共诶，开始逃亡3000公里啊，这七八天内底啊，透过各种工具哦，逃命要登来台湾，走到淡海峡当然有海嘛，袂动，就请渔船啊要登来台湾。叫迄个渔船啊呢，迄头家怎啊载伊只倒，怎啊放诶，叫伊撩海水上岸，伊毋知影是倒去。撩撩撩撩到两支脚拢去互迄海边啊诶物件擦到，脚底拢全伤啊！伊有迄渔船啊头家哦，甲伊讲你爱穿一双护鞋，伊想坐渔船啊要穿护鞋要创啥？原来就是海边啊甲赶落船啊，叫用撩上岸，渔船啊驶着走啊。拉无了，是毋是护鞋一定无可能？拉无就背个护鞋就掉伫海啊！啊，就船烫成干，撩撩撩到海边啊，撩到精疲力尽，脚嘛全伤。行到海边的时阵，咱拢知吼，海边啊，一行到海边的时阵，有足侪铁机啊吼，一支一支向外海。迄、那个动啥你知无？迄、那个小岛咧动坦克车呀，惊别人的舰只来时阵啊，迄、那个舰船要冲入来，所以呢，伊毋知海是对。行到海边的时候，伊就摸伫个铁机啊，伫遐休喘。伊个手机啊，发已经有信号啊。伊手机啊，举个就拍伊个朋友，伫台湾一个民意代表。伊讲我即马伫遐，伫倒位我唔知。但是咧，迄阵天色渐渐暗啊，海水嘛一直要动起来，有涨潮嘛吼。伊甲迄个朋友讲，我看我头前吼，敢若一粒小岛，啊无讲真侪电咧，但是后壁电咧足侪。迄好朋友甲讲，林姐，你能够往前行？你若去往前行吼，经过迄个铁机啊，过后壁就是地雷区，因为遮应该是金门。哦，迄个朋友知影讲，遮应该是伫金门啦，所以你茫伫遐去行，我叫金门个派出所去甲你救，去甲你找。伊就伫遐直直等，直直等，愈等愈久，等足久个等无人，海水一直涨起来。伊想哦，是哦，这警察若阁无来哦，伊若阁向前行有地雷区，若伫遐等下去淹死，要安怎？伊就当天就抓，伊讲啊，这是金门啊，我若无死伫金门啊，我若会当安全返台湾啊，我一定要替台湾人拍拼。果然无错，伊安全返来台湾了后呢，伊就开始去读国际法律、世界战争法。读完了后呢，才了解讲原来台湾的地位伫遮，台湾唯一的生路就是伫遮。过去国民党统治遐久，有一个民进党有一寡希望。结果嘛是到尾嘛是同款，阿辉也嘛讲台湾人，阿扁也嘛台湾人嘞。因两个连续伫台湾做连续做总统20几年嘞，台湾人感觉好，拢无差吼。敢若有一个希望啦，讲爱台湾无好了，就转互伊安尼尔。所以伊认为这是台湾唯一的出路，要安怎呢？所以伊就左思右想，要安怎进行这件代志呢？就是到，好咯，怎么不能动？怎样？这个还是帮我操作下一页。无简单哦，读这个世界战争法哦，无简单吼。咱敢那读这吼，足侪人过五关过，也可无法当完全白。hello， 怎样？不能动。你按那个按键，键盘那个按键就可以。这吼电子的吼真好用，啊有当时啊那速度都袂发啦。哦，林佑生，我是目前新竹州的副知事。那就有点还是这边就开关了。双木林，那又是保佑的又四字旁啊，生呢，生日的生，林又生，可是齁我前几天改名字，
改最后一个字，也叫林佑生，是改人字旁，伸张正义的伸。还是不行。好啊，好啊。哦，当然，这个林博士伊了解台湾的目前唯一的生路了，伊想办法变来进行，就是伫咧2006年吼，2006年年底，召集台湾人啊，本土台湾人228人啊，去控告美国，控告美国。2006年的10月。的年底啦吼，控告美国，结果呢，下一章，隔两年呢，2007年，美国啊，就设计这个国旗啊，送咱，这个就是目前咱台湾民众的临时国旗吼。这美国人设计吼，为什么伊会画安尼呢？外口这個红的呢，代表日本国旗吼。那日本国旗内底有台湾甲澎湖，表示嘞，这个台湾甲澎湖这个土地，有原也个属于日本天皇的土地，唔是日本国家哦，是日本天皇的土地。哦，那台湾这个大绿星呢，代表美国的军事政务，叫做 USMG， 哦，对美国军事占领。李主席的代言，大家拢知是美国派下日本国，对不？那当时台湾朋友跟日本是同一个国家。那外口呢，为什么画六个星呢？代表呢，过去台湾啊，在日本时代是5个州啊，3个厅，啊，即马规划为6个州，6个州哈。哦这个国旗啊呢，其实你也想哦，2006年年底才过，无几个月，美国人就送了这个国旗啊，表示伊早就传遍遍咧等人啦。美国人拢因遵照这个国际法律，伊知影台湾人有一天一定清醒，所以这个旗啊设计遍遍咧等人，几个月就送来。过了过两年呢，下一张，2008年2月12日吼，咱正式成立安民政府，那这应该大家拢知吼。这是咱的中央会馆，伫外口招入来吼，划分为6个州：大中州、大南州、高雄州、宜兰州、甲台北州。咱这是号咧新德州吼，新德州呢是伫新德以北啊，山南部、淡水河以南，即地拢叫做新德州。下一张，搁伫咧2009年的4月初几吼，美国高等法院啊，就是美国联邦法院判定啊，台湾人赢，吼，6年前啊吼。那判决这五条呢？各位呐，安尼如果呐卖解释，敢我同完全了解。恁尤其是捌上过课啊，头一条判决讲本土台湾人啊无国籍的，为人感觉无国籍也无啥吼。等下我来详细解释吼。第二条讲本土台湾人无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的，嘛有人看无了。台湾人就真正吼，这70年来吼，头壳拢无咧叮当，国民党。中国人就是要让台湾人敢会晓去做工，立因的税金年年拢卖收煞，吼、哦！这就是咧讲哦，美国高等法院啊，6年前就判过来，伊要甲台湾人讲，恁无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咱来讲有啊，咱有政府奈无？歹势，伊就是要甲咱讲，中华民国唔是恁的政府啊。第三条呢，本土台湾人如今也生活伫咧政治联盟啊，都敢若袂输伫咧地角，政治地。连江吼，伊拢甲你分男女二道，一年干二啊，小妈冤家选举，武甲民不聊生吼。美国国联法院判决讲安尼是毋对。第四条，美国判决吼，行政单位哦爱主动哦，
爱主动去帮助原告。原告敢若台湾人，本土台湾人228人去告美国人吼，告美国，告美国总统，告美国政府，爱协助原告吼。第五条判决嘞，就是讲目前台湾啊，也搁伫咧美国的军事战争当中，但是咱遮拢无看到美军对无？所以这嘛唔对，所以过来看下一条吼。2010年嘞，9月18日，咱民政府伫美国华盛顿 DC 吼一间酒店举行一个庆祝酒会啊，庆祝台湾民政府成立。当时嘛要甲美国人，要甲全世界人讲，台湾民政府成立啊。美方呢委托台湾人哦带回来这两幅画，哦是抗美的。伊阿讲啊，这两张图呐提上哦，秘书长看哦，一看就知影意思啊。其实啊，这两张图参进前迄个民政府迄个临时国旗哦，同款意思，叫做日俗美战。因为这个叫做二重桥，这个桥呢，那伫这边行入去过了后呢，就是日本天皇的皇宫，足大足水的。所以代表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无唔对。但奥巴马是美国总统嘛，代表台湾这个土地是，也搁伫咧美国的军事占领当中吼，同款日俗美战。那破开这五条嘞，头一条呢，伊就是讲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奇怪咯。全世界70亿的人口吼，世界人权宣言呐，第15条之1至2拢讲啊真清楚，每个人都必须要有国籍，而且要自愿，不能被强迫。所以国籍化变更呐，要符合下面这三个原则啊：第一，爱意愿，爱成为想法；第二，爱主观；第三，爱合法。意愿呢，就是讲，咱即马吼，全世界人拢诶人人口拢同款，会当你要做多一国诶国家诶人拢会使。比如讲，我即马想要做迄个英国人嘛会使，要做意大利嘛会使，要做中国人嘛会使，要做美国人嘛会使，爱成为迄个想法啦。先有想法了，过来再自愿，爱家己去办因个国家的证件，吼、哦，爱自愿，袂使被逼的哦。所以伫遮我要讲啊，过去台湾人哦，迄阵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了，台湾人迄阵住有差不多640几万人，那有其中有40几万是日本人，所以40几万日本人离开台湾了，留伫台湾的，就是正讲哦，咧本土台湾人有600万人口。当作是叫做大日本帝国，但是伫国民党来台湾了后，伊并无问咱的祖先哦，比如我爸爸嘛是啊，伊在日本时代出世啊，伊并无问看你要做中国人无，拢无，在座应该无日本时代出世啦吼，哦，这样少年啊，老蒋的一纸行政命令，强迫所有600万人口的台湾人一夕之间去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有无，变成中国人。结果咧，中华民国其实伫1949年的死亡啊，说变成台湾人全部叫做无国籍，原因就是安尼来吼。那第三个咧合法咧，合法就是讲，假设我比如讲，我想要做美国人，哦，我就要先想办法去摕到美国的绿卡。那摕到美国绿卡以后呢，要符合美国的法令吼，就是讲你摕到绿卡了后开始算，这5年来啊，我个人要在美国住满2年半。哦，啊，就会当成为美国公民啦，同款意思。那第二条呢，谢总，这个、美国国定法院判个第二条呢，伊就是讲本土台湾人无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为什么呢？因为中华民国造了死亡啊，这个在墓碑，这物件吼有物件敲的，唔要做墓碑吼，这是中国做真多，啊，那这个是南京这阿强啊做的，伊就是要甲中华民国讲，恁已经死啊，我去做的纪念碑也好。墓碑也好吼，伫咧西元1912年呢，1912年，孙中山是不是推翻满清政府，成立了中华民国嘛？但是咧，却是在1949年呢，国共内战，国民党、共产党修建啊，国民党遭了可真死啊，但是中华民国都无啊，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啊。所以这个墓碑，这是要记记下没有？过两年呢，老蒋在1950年3月13日。伊伫走路来台北，伫阳明山呢。伊面对着文武百官讲一句话：“我们中华民国到1947年1949年啊，终究随着大陆的沦陷，已经死亡了。”拄下你就看迄个中联方有讲吼，这是哪军的人来注意听，这是因的神讲的，老蒋的就讲啊，伊家讲的啊，1949年就死亡了。
就是中华民国死亡啊，所以咱拢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当然嘛无国籍，原因就是安尼来。咱会晓等下这个逻辑哦。好，下一章。第三条判决是讲，本土台湾人啊，如今也生活伫咧政治联合啊，其实台湾人不敌不够啊，敢若好在李秀莲刚才捌讲过，温水煮青蛙，哦，一步一步一直压迫，无感觉。我这有举例哦，蓝绿二斗，选举制度不合理啊，选赢选输大家都有钱分，甚至恁这是其中一环啊。我简单解释一下吼，比如讲啊，伊个制度设计哦，选赢选输大家拢有钱分，对里长啊，里长以上只要参选人，不管选赢选输，大家拢有钱分，一票会当领当个三十块，真侪人知影这条，嘛是有人讲啊，迄个合理个，迄政府规定个迄个补助个啦，一票三十块看也无啥吼。咱来看总统选举吼，顶一年的总统选举是毋是马英九啊？得票率689万票，689万票，一票30块，伊本人会当领当啊2亿6、2亿外，吼、哦，这小寡钱嘛。马英九选2摆总统，2摆台北市的市长啊，总共这个钱领当啊5亿外，伊拢无甲美国人报税，嘛无甲中华民国报税，做一个滚来就一直在甲抓这条，所以拖咧等啊，哦。那蔡英文选是毋是选输？无要紧，一票300块会当领了转来，伊嘛会当领1亿8000几万，就咧落地啊。这属于伊私人的哦。哦，那宋楚瑜票较少，一票300块，伊嘛会当领1000几万啦。四年也未够啊，即摆要阁选啊，要阁赔啦，伊无要熬开啦。蔡英文1亿8000几万也未开完的啦，马英九即嘛开未完啦，吼、哦，要阁选啊。下一张，下一张呢？政党票呢？拄只是个人的哦。政党票一票是50块，乘以4年，所以等于一票是200块。各位，咱过去拢捌当票嘛吼，等于是咱当一票，咱爱开203呢。这个制度设计是无合理的，美国国联法的判决，全世界无人安尼设计，所以这是袂使吼。你要看哦，政党票，中国国民党当选已经真多啊，但是钱无人咧嫌多啦吼，伊嘛会当领当啊11亿7000几万。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呢，领9亿外，台联呢2亿外有看无？亲民党呢1亿4000几万，新党、绿党、党党党一大堆的党。各位，你敢知影目前中华民国的架构底下，总共有几个党？应该无人知。268个党，足侪党咱捌听过吼，拢咧分钱。只要咧政治联盟的其中一环呢，还阁足多啦吼。第四条咧，美国国联法院判决啦。美国的行政单位啊，伊爱主动哦，爱主动去协助原告，就是本土台湾人。所以这张相片呢，是伫去年9月17日，这个、美国的大官，这两位拢美国的官员哦，伊来台湾参咱台湾民政府交流，伫台北国际会议厅、基隆路甲信义路角啊，遐有无？一个咧国际会议厅啊，咱伫遐开会。这位叫做斯卡特，伊是美国啊前司法部的检察副总长哦，算足大哦。当伊落任了啊，经过奥巴马的任命哦，美国国会通过讲，你爱去国外处理美国海外代志，所以伊来台湾民政府参咱交流。因为美国高等法院判过来，行政单位爱主动去协助外国。因为美国啊，它是三权分立国家，它司法是独立的。伊司法部判过来了，行政单位啊，它必须要去执行，所以伊来台湾正常的。下一章。包括军方嘛，同款啦。第五条是咪判决啦？台湾目前还佫伫咧美国军事战当中，但是台湾并无看到美军啦。伊当初时，麦克阿瑟将军是委托老蒋啊，蒋介石暂时托管台湾哦。可是老蒋咧，甲咱骗，骗讲恁就是中国人，所以恁来对我做兵，所以一边惊无兵，甲咱掠去做兵，迄种违法的。过来咧，恁来去做工贵吼，压纳税金给我，讲我就是恁的政府，其实唔对，咱讲。骗70年啊！台湾人足侪钱，唔敢爱呢，不敢要。咱即摆明明真咧甲讲，伊嘛唔敢爱，所以呢，我毋知要甲你讲伊，即个是有福气的台湾人，勇敢的台湾人。美国国联法院判决落了，军事政府乖乖赶快要执行伊的命令。所以呢，美国军事政府啊，简称 USMG，US 代表美国 ，M 呢代表军方军的啦吼。G 呢就是政府，美国军事政府呢已经成立一个 TCG， 台湾人民政府吼 TCG， 台湾西北 government，
台湾人民政府呢，要来换政府啊，换台湾的政权啊。但是美国公路政府同款，伊嘛依据国际法律、战争法，尤其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各位，咱咧读册拢捌听着《旧金山和平条约》对无？但是咱拢唔知影内容对无？国民党无爱知咧，无爱互咱知影是内容是啥咧？伊甲咱强调开罗宣言了尔，对无？开罗宣言大家拢知，迄个时阵也个咧战争的时间。美国人惊老蒋的投降，因为投降了，美国人要拍日本就拍袂成了，所以叫老蒋的拖延战术。老蒋已经一直退到四川成都啊，本来要投降啊，因为投降了，今仔中国人甲台湾人的命运都无相关，大家拢会足好的。结果咧，开罗宣言是咧战争的时阵用嘴讲的，都敢若袂输。这个朋友吼，贵姓？咩啊称呼？好，王小姐，我来讲吼。我即马开一间公司，啊，当欠人，啊嘛欠卡销、欠租金，你甲斗三工，我若赚到钱哦，我来分你，好不好？开罗先生类似这样子啊，啊，我公司若真正赚到钱，你讲我敢会分你？因为咱俩也无签约啊，是毋是安尼？所以咧，伫李主席个台前建刷了后呢，旧金山和平条约三张，旧金山和平条约啊，内底啊有46个国家国会通过所签的合约。内底第二条 B、第四条 B、第23条的 A 写甲足清楚的，台湾平湖这个土地目前还阁是永远就是日本天皇的土地，目前还阁伫美国军事占领当中啊。所以咱是依据这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台湾的地位就是伫遐吼。下一张，2009年4月10日，就是6年前啊，美国联邦法院判决了啊，其实有3个方面啊。咧今年这件代志呢，6年前啊，6、7年啊吼。第一呢，就是美国人啊，只是本土台湾人赶紧训练4000名的政务官要来接政权哦。所以这6年来啊，不管刀风落雨、风台天，各年各节5、6日，咱就是安尼吼，叫做初级班过来高级班，过来执勤训练，咱拢唔捌休过，一直咧训练。其实即卖4000名官员啊，已经特别够啊。台湾民众其实随时会当接政权。但是为什么还阁一直咧招生呢？因为当然过去一开始有一群老的爱台湾的，但是真正有迄个唔捌字的吼，有迄只，你敢知咱内底民政委学官内底吼，上侪岁93岁，咱新咧招的，哦，伊也要教日语的吼，足侪至少，但是咱当然一定爱少年的较侪，一个政府内底一定爱有老中青，嘛袂使有老的，老的有足侪经验想法较稳定。那少年有足个新的 idea， 靠动力，所以老中青拢爱，所以咱必须爱继续一直训练落去吼。那第二条呢？美国集成兵，好，那我就禁不掉。第二方面就是美国执政兵吼，伊讲啊，因为台湾人向阳过赢，美国200多年来唔捌做这件代志。伊讲这次我让美国非法拘留在美国有54种哦，有54种非法拘留伫美国的，为预期的，为走去观光的，为跳机的，为去读册的，为走。美国福利真好，所以大家拢住伫遐，伫遐四处打工，随便逃，随便躲，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美国人嘛。在美国讲，来这摆拢给恁机会，不必再躲了，拢出来。我要爱兵，对18岁以上、35岁以下，不管查甫查某，拢会当来报名做美国的军人。只要那成功，那退伍了吼，规家伙啊，跳过拿绿卡的程序哦，规家伙成为美国公民了。美国人这摆保证大，但是他必须要有2种语言以上，第一一定要英文。第二咧，伊讲至少要会听国语，国语国讲国语听有啦吼。No， 他讲的就是至少要会听国语哦。这表示啥？我们现在讲的这种话，在台湾叫做讲国语啊吼。如果在中国，他们也不叫北京话，他们叫做普通话。所以表示美国伊的征兵的对象100%要入来台湾，至少要会听国语的吼。来，第三个方面咧。美国安排中国国民党转去中国共产党何解啊？其实7年前就知啊，吼、哦，并诶赶快建设金门、马祖甲平潭岛，因为要转金门、马祖甲平潭岛。下一张，
这个新闻应该无看到的人真少啦，差不多七年前马英九拄啊上任了后，伊是毋是一直甲咱讲要参对话参中国签一个法？伊讲那一个法哦，咧一个法哦，那签了台湾的经济就好个。结果到样，这七年来啊，台湾的经济不但无好，一日比一日更加歹。所以这是一个幌子，阿姆丹咧甲咱骗的吼、哦。当然就是美国安排中国国民党甲共产党和解。所以迄阵民进党伫电视电台咧炸伫立法院讲啊。中华民国的国军所要敌人是中共的，是共军的。为何啊？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这新闻应该有人看无？有人看到无？没人看过的，请举手一下好不好？大家互动一下。真正还阁有人不看？七年前啊，是不是电视一直在乱乱到一个月？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啊！尤其是在座的那查甫拢有做过兵哦，咱拢知。咱去替中华民国做兵啊！中华民国做兵。伊一定甲你讲哦，我们的首要敌人就是阿强啊嘛，共军呢为何拢做伙啊？因拢是中国人，啊美国人计安排因和解，因为伫1949年啊，国共内战了，老蒋是走路来台湾的，因并无和解。即卖美国人要叫伫台湾的中国人、国民党，因要转中国，一定要先安排和解，啊若无转，到底会安怎？控台嘛，所以这是正确的动作啊！吼、哦，下一张。2012年哦，你看连福州、福建的新闻、地方新闻哦，都有看到哦。美国啊，甲中国安排 ROC 回归中国福建平潭岛。各位有人唔知 ROC 是啥无？咁有人唔知 ？ROC 就是中华民国啦，吼、哦、ROC。那这台湾海峡，金门伫遮，马祖伫关岭遮，中间就是平潭。下一张。平潭啊，其实离新竹足近的，120公里尔，换算海里啊，大概才68海里，68海里吼、哦。所以咧，伫三年前啊，这平潭啊，有一台船叫做利纳轮，不、啊，海峡号的，走台东港，已经走三年外咯。海峡号走台东港吼，伫这边海关出来，到台东港入关，差不多2点半钟就到伊啊。那两年前诶，因中国人知影台湾民政府已经差不多要沉落啊。啊，美军嘛渐渐在离开啊，所以一台船要撤退无船无够啊，这是因要撤退船，佮开放一台船，叫做利纳轮走台北港，就是八里。哦，这两台船拢真大台哦。下一张，这只海峡号呢，一摆会当载300几台轿车，那敢载轿车300几台哦？啊，那载游览车会当载40几台，啊，一摆会当载800人。当然啦，即几个月因就会撤退啊。那一台无够，佮开放第二台哦，叫做利纳轮。下一张。你呢？有看到吼、哦？啊，真侪人去坐过。那伫台中港甲。有，无错吼。新闻嘛，定定咧报啦。因为伊即摆也未撤退，啊，也未撤退的时间哦，当然忙做生意，做观光那边，忙在台湾人去平潭岛佚佗。准备我知啦，台中港诶，来回6800啦。你那人应该8000几块啦，来回。好、哦，来，再下一张。下骹有各有足侪证明哦，证明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诶，伫要离开台湾啊。其实呢，七年前马英九拄啊上任诶时阵，是毋是中国海基会啊、海协会啊，是毋是为了当初你话咧陈云林来台湾访问，来台湾访问是毋是咱民众拢袂使举中华民国迄个国旗？伊迄国旗是假诶啊！马英九下令啊，叫警察伫遐掠有无？啊，迄阵台湾人也阁看无啊。所以咧，咱即摆阁来看这吼、哦。伫咧2009年4月17日咧，六年前高等法院判决了了后咧，就没有中华民国。中华伊甲台湾人讲没有中华民国了，中华民国早就消失了。所以没有中华民国，哪来的台湾省？对不？所以这个车牌，这个车牌有台湾省的吼，是六年前发的哦，因就袂使去发啦。没有中华民国，就没有台湾省字样，也没有台北市，也没有高雄市，吼、哦。所以这车牌是六年前所发的。啊，这个车牌袂使发，要安怎？下一张。各位大家拢知哦，这车牌伫路拍拍走，这种发上多，袂使发咧台湾省的、台北市的，就发这种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拢唔敢写，什么地区的、什么省级、什么哪一国号拢唔敢写，对不？用这种来骗台湾人，啊，这种车牌呢，一模一样呢，我到那个头那股有38000几条，同款的，一模一样，
所以咧顶个月，如果有人看夜间新闻，应该有人看到这段。新竹有一个女生哦，伫厝接到一张红单，超速120公里，啊，伊甲看违规地点，竟然伫高雄了。啊，记者甲访问的时阵，伊讲我毋捌去高雄，过来我这台乌托邦遮烂，嘛无可能吹到120，可见就是高雄啊，有一个拖拉机啊，超速啊，寄来给伊。所以这个问题啊，38000几张啊，定定咧发现生，这纠纷不断，定来有，定来有。乌托邦闯红灯的叫拖拉机，拖拉机超速的，超载叫乌托邦，哦，乱来吼。过来，两年前啊，参拄在迄台丽娜龙同款时间开放的时间，一张单面就传好啊，随时会当接证权啊，要安怎因准备要转去啊？赶紧用台湾人的钱啊，开始的2000万，去做因要用的车牌。啊，这个车牌头一批是做啊足长的，足侪轿车挂袂落呢。你看你有查过哦，新闻有报过哦。结果咧，单条搁做第二批啊。第二批有较短，但是同款三日英语字，重点是下骹有三日梅花。这三日梅花呢，足侪人唔捌，唔知这个种啊，台湾人真正无人知，伊嘛。这三日梅花左右这两粒的，伊是凹倒落的。咱车场内底绝对有这种这三块车牌，那下苦啊，上实就哦。三粒梅花呢，左右这粒梅花是凹倒落，啊有差颜色，所以这粒代表金门，这粒代表马祖。因为中华民国在台湾撤退了后呢，因为行政单位通通会设在金门跟马祖，因为金门马祖这是国民党管的，平潭岛不是，平潭岛是金门马祖甲中国两岸两岸共同管理，所以平潭岛是一般百姓要住的，所以颜色不一样，这条是扑倒出来，啊无差颜色。啊，中华民国的梅花啊，是因为国花对不？中华民国讲因为国花是梅花嘛，外号是梅花哦，内底呢一粒星星。中共五星级的星星，国共一家亲啊！哎，两年前所做的这无意外啦。七年前的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啊。那伊这个车牌真啊无人知。我这个平板有翕到有一台面露，有一台 BMW。面露甲 BMW 是毋是较贵？所以啊，一时讲啊，干那锁这条螺丝吼，惊较袂调。结果这条梅花唔知要创啥，伊前甲烂两空，锁死条螺丝。我才有翕，才出名。可见台湾人真正唔知，可怜哦。来，这个新闻呢，四月份的新闻哦。这台湾的车牌有看无？这就是平潭的高速公路。这台车呢，就是伫八里坐李大伦过去的。当然是有足侪台嘛，够两台货车。这是中国统战之一啊。伊讲欢迎台湾人诶，会当驶因的车上船来平潭岛。哎，平潭岛哦，甲台。中国哦，有一条桥叫做跨海大桥哦，通福清市，伊肯会当通啊。伊讲你若坐船来平潭岛，会当驶一台车来伊个福建省观光，哦，真好吼、哦。这是统战的啦，骗台湾人的，蛮够骗去。各位，你敢知福建有偌大？福建是台湾的37倍大呢。哦，敢台湾驶车驶一年都较爽啊吼。福建会当去遐佚佗。来下一张，这三年前的报纸吼。台湾的报纸《自由时报》刊呢，伊讲啊，这起码无啥好个，台美关系微妙转变。美国讲安怎个？美国要派海军陆战队啊来台湾搞 AIT， 这有奇怪无？美国人要派因的海军陆战队来台湾搞因的 AIT， 各位恁知 AIT 啥无？可能有人唔知吼 ，AIT 就是美国在台协会。那 AIT 呢是美国一个民间的单位，那 AIT 主头机构拢咧管中华民国的，所以安尼中华民国敢是一个国家？相信各位哪去啊亲戚朋友讲，足侪人会误会讲啊，我袂互美国人管，有无？有人爱讲过无？有人讲我袂做日本人嘛？有人讲我袂互美国人管？其实美国人主头机构拢咧管台湾啊 ，AIT 就是管中华民国的啊。那伊为何要讲伊要派海军陆战队来搞因的 AIT？AIT 是台湾的官员，超过50人了呢。伊派几万名海军陆战队要来搞因的50个，这就是矛盾。他要告诉台湾人民，这块土地我美国本身要来搞啊。吼、哦，但是迄阵台湾民政府也未传落，因为美军嘛也未传落，所以唔敢讲啊，伤白，刚才讲伊要来搞因的 AIT， 矛盾吼、哦。下一张，这个看板诶，每一个工地那么动工哦，拢爱采这个看板吼。这个看板就是要甲民众讲咧，什么单位啊？当时去要创啥？啊时间当时动工
啊，当时要完工哦。所以这新闻报道两年前单局剪彩，即个伫高雄左营翠华路高雄万里新美国学校，美国学校啦，起足大片的。下一张，下一张平面图吼，真水吼，真大片。佮下一张，即卖已经拢起好啊，伫今年的正月份就拢好啊，即卖开始要招生啊。这是高雄马里逊美国学校，但是伊的招生的对象哦，限制外侨，台湾人也袂使，大概限外侨。下一张，台中马里逊美国学校，这是台中最南，咱遮有台中人哦，敢有台中人？遮拄好，拄啊无吼，伫台中的最南啊，马里逊美国学校，这个本人我去参观啊，参与这经纬啊翕相吼。下一张。台北的美国学校，伫天母拄只顶一节毛看到吼，天母迄个中山北路六段四百号美国学校，啊！伫咧两礼拜前，我阁看一个新闻哦，伫咱南口，就是在我们大理郡的附近啊，有个淡江啊，嘛是美国学校第四间美国学校，为何美军会伫台湾租遐尼侪土地，起遐尼侪美国学校？这台湾人爱了解，因为咱拢知。琉球啊，琉球甲台湾拢同款，属于美国军事占领当中，所以琉球是毋是美军伫遐翘兵伫遐做兵？啊，琉球有足侪新闻哦，琉球阿兵哥拢甲迄个当地会知呐，啰嗦共强暴啦，共啰嗦有无？所以琉球的百姓真生气，想要甲美军赶走，但是赶袂走的，因为头家是美国人，台湾嘛同款哦，所以美国人他不能重蹈覆辙啊，伊要派兵来台湾。所以伊讲，你咧甲某囝带去台湾，啊，我去学校互囡仔读，吼，千真万确。无美国人为虾米去遐济？煞阁限外侨。下一张，这张图就是讲台湾啊，是伫美国的西太平洋哦，永远不成的航空母舰啊。这个台湾头这是内湖啊，内湖吼，在座有台北市的人无？内湖人无？嘛无吼，外运。这新闻定咧报诶。内湖啊，伊拢讲 AIT 馆哦 ，AIT 馆，内湖迄个所在叫做金湖路、金湖路，拄拄啊一百号，即、這个土地呢六甲半，六点五公顷。各位我有讲过吼 ，AIT 的官员伫台湾差不多五十人尔啦，六甲半是变啊大，敢若扫落口嘛扫落有吼。过来，下骹这个新店的乐山电站站，美国人咧搞有无？乐山电站站，即、這个叫做普抓雷达。目前全世界上厉害的普抓雷达有五粒，三粒在美国，另外一粒在英国，搁一粒在咱台湾。所以对美军来讲，台湾是真重要吼。下底这是屏东空基地，伫去年六月十五，就一批海军陆战队对花莲港起来，就是去伫迄个花莲的加山基地啦、屏东基地啦、台东青山港啊，拢嘛有啊。所以去年的七月份哦。高雄、台南的空中哦，常常飞机飞来飞去。各位，咱遮七月初四的进程，下早时早八九点，空中是毋是足个飞机飞来飞去？有看吼、哦？有人看吼、哦？安尼你较早起來，有人拢困醒哇，差不多八九点呀。黑龙美军啊，这边美军拢大量进来啊，拢入来啊。下一张，中天 TVBS 新闻台拢在报哦。AIT 美国在台协会啊，官员的办公室，这就是拄只伫讲的伫内湖金湖路一百号六甲半。各位，这有矛盾无？五十人尔，去到六甲半是变怎大？伊无并无甲咱骗，台湾人就是袂晓看新闻，所以咱咱注意看，伊会秘密伫遮，保密到遮有看无？伊要去 AIT 的新馆啊，竟然甘南钢筋阿弥陀拢伫美国空运来台湾的，为什么？我有讲过 ，AIT 是美国一个民间单位，五十人尔，要带六甲半无可能。咱拢知表示这是军事基地啦，就是美国军事政府叫做 USMG 亚洲指挥中心，即卖已经起备好啊。哦，等介绍下一张。当地我看我即块吼，这告示牌吼，但是即卖换新的啊，为什么？这完工日期有看无？颜色不一样吼。伊就是把油漆擦掉了，提前完工，伫今年的十月三十一提前完工。为什么伊要提前完工呢？因为台湾的政府已经承诺了，随时会当接政权最近咯，说不定下个月，说不定哪一天呢，很快。哦，
台湾人政府传入啊，那美军嘛拢入来啊，所以当然这各路基地啊要提前完工。过来一项呢，就是李建龙，咱拢知李建龙是像怎吼，迄个影星吼，贵妇团的啦，伊刚走龙潭迄个阿帕奇哦，刚翕到仪表盘，甲上网曝光，美国人开始紧张啊。因为阿帕奇直升机是目前美国全世界上厉害的攻击直升机哦，伊拢无咧卖外国人啊，美国最爱卖武器，阿帕奇伊爱卖，干咱美国甲台湾有，因为台湾是美国管的嘛吼。过来咧，中国有一个亚投行，恁知无？因设一个亚投行，不听过啦吼。亚投行就是中国啊，去集合很多国家，同时要来对抗美国的经济，所以美国人开始会紧张啊，让他提前完工，他要提前来台湾，所以。美军拢入来啊！哦，咱台湾人爱要看这个美国啊，外行是看老的嘞，咱是爱看迄个美国吼、哦。下一张，这个新闻伫三月十五，新闻一直在报，这个啊，台湾海峡，这中国，这台湾这片哦，这条叫 M503 航线啊，其实即马中国无人机下个民航机拢伫只飞来飞去，一干过了百台嘿，伫只飞来飞去，为何台湾海峡一人一半？阿强啊，要甲全世界人讲啊！台湾甲平湖参中国是无关系的，全世界人拢知，敢那住伫台湾这个土地的本土台湾人唔知，那知伊嘛不爱相信，足可怜的台湾人。过去阿强的飞机只会当飞伫内陆了了，红色这条线吼，后壁应该看有啦吼，飞这条线，为什么伊会当飞这，袂当飞了外头呢？因为伫1949年啊，国共内战、八二三炮战以后，古宁头大战，阿强啊并无拍赢，所以金门干嘛做？属于因兄弟仔管的国民党，所以伊飞机袂当飞转来。但这条航线伊即摆会当飞啊，是因为马英九这边拢点点，伊就甲飞来。其实啦，伫咧阿扁啊做总统的时阵啊，因这条线就好啊哦。伊阵有咁要飞，但是阿扁啊有抗议，甲全世界人抗议，所以伊唔敢飞。啊这边呢，马英九拢点点，伊就飞落去啊。其实伊嘛知啊，伫台湾的中国人要当个规家啊，当然一人一半啊。即安尼咁有人还佫无人看有。感觉个人无用理解，无安尼啦。国家想到地，无来讲土地啦。假设这个土地是我的，吼、哦，啊，另外这个土地是王小姐，然后王小姐拢人讲，这个地伊的，但是中这个空地啊是伊的。啊，我嘛甲我的朋友讲，这空地啊是我的，阮两个会安怎？会纠纷嘛吼？啊，纠纷要安怎？当然，国家有国家法啦，世界有世界法，叫人来鉴定嘛。鉴定的原理哦，一人一半，一人一半，想影会慷慨袂？会用物件威胁袂？土地一人一半，啊，台湾人看有无？台湾甲平湖参中国绝对无关系。下一张，六年前美国高等法院判决了了啊，过去台湾人要去中国是毋是拢爱摕台胞证？所以伊个动作频频，开始咧设计即个中华卡有无？用中华卡咧，逐渐取代台胞证。伊主要目的就是要发这个中华卡，互因兄弟啊，伫台湾的中国人，但是足侪台商嘛会唔知会去领着哦。各位，恁有亲戚朋友哦，爱甲伊讲嘿，那领着中华卡哦，等同中国人了。啊，中国人伊住伫台湾要安怎？真简单，伊的财产、伊的产业拢伫台湾，但是伊三个月必须要出境一次，一年会当坐400多人去佚佗。哦，领着中华卡等于中国人哦。这个叫张亚中，张亚中就是这边刚才教科书，伊嘛差不多呢。一过年前就讲出一句话，讲我这一中同表，所以这边洪秀柱对伊讲的是安尼啊。张亚中，下一张，金马镇有无？台湾一个台湾平湖金门妈祖，是不是讲我这中华民国？那么国民党咧管呢？为何会另外做一个金马镇呢？这张。这条证参迄个李纳伦，参迄个车牌三粒梅花，差不多同时间，伊同款知影台湾民政府准备好啊，随时会当接证权啊。美军嘛拢离开啊，因随时会当转去啊。所以发这金马证，因为金门马祖就是因国民党诶，搁强调一摆，平潭是两岸共同管理，所以因诶军因诶所有行政单位哦，拢会设立金门甲马祖。拄只顶一节课，你有看到？中华民国目前的行政单位已经废止、裁撤掉的超过1000个单位有无？为什么废止？为什么要裁撤？因为金门马祖比台湾较细啊，伊无必要遐尼侪单位嘛。后摆拢爱开因家己的钱啊，所以当然废止、裁撤，
免遐侪单位嘛。咱来连接一下吼，下一张。2015年的4月17号的下午哦吼，讲话真清楚哦。中国海巡船舰呐、啊，开到金门岛旁边，并要求呢进出金门的船只哦停船受检。各位有看无？这新闻报的呢，金门妈祖啊，伫4月份已经阿强安尼管啊呢。大家敢也阁唔知吼、哦？这新闻拢有报哦。来，因中国的官方就讲啊吼，啊无影啦，这个是吼、哦、为了要弃捕盗杀船只，加一个矛盾啊。金门妈祖因遐伫遐咧管的，你阿强要人管啥？表示因已经归家啊嘛，遐伫遐拢好好啊嘛。头一条咧甲人骗，第二条伊就讲实在话，可是呢，全程啊，台湾的海巡船啊，毫无作为。媒体亦不敢报道，各位看这会生气袂？咱有纳税金，请海巡署的人驶船去金门妈祖咧观光，无咧管，阿强咧管啊？海巡署台湾的呢？爱即摆就照常咧领薪水呢？啊，咱税金继续咧纳，爱继续提去遐观光呢？啊，各位安尼会生气袂？那会生气哦？你话激动者话，冷静来收敛，较袂寒。哎，那会讲爱讲的，下一张。网络新闻啊，2015年6月9号，顶个月呢，两个月前吼，顶个月，即马八月，两个月。联合新闻网啊，伊拢有讲吼、哦，市长快讯哦，暑假快到了吼，通、哦、常公司就业就造吼，哎、哦，两个人看到那几两面钱呢，骗台湾人哦，小确幸者。哎，啊，这有一条这，有看无？自台70年。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即将离开台湾，这新闻报的呢？真个少年，为什么我来讲迄个高中生他们不会被洗脑？这网络世界一直网络拢看得到啊，老师改拢唔对啊，对不？这啊，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吼，其实大家拢爱了解。曾经7年前来台湾，咱台湾人袂使拿中华民国迄个国旗是假的，所以台湾只会当出国会当拿一支旗啊，叫做五环旗，有无？咱的选手来去外国比赛，拢拿一支旗去五环旗，有看无？啊，去五环旗有写四字写中华台北有无？但中国人伊无甲咱骗的是咱台湾人家己看无了呢。伊迄个旗啊，伊个全名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所以头前是咪中华，后壁写台北，迄个旗啊写中华台北有无？迄就是伊个全名，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伫台北。所以在台北，他只是住在台北而已哦，他不能台湾啪啪走哦，竟然归台湾弄占去。为何总统也好，为何因为五一，因为重要的单位弄设在台北市，弄袂当移出台北市以外，台湾人爱了解这啊。为何高雄县市会当合并，台南县市会当合并，台中会当合并，桃园也会当合并，独独啊台北县市绝对袂当合并？为何？伊若合并，同款违反国际法。下一张，6年前，你个国政法你判下落了后，伊有讲，恁爱赶紧建设金门妈祖有无？所以卖叫足听话哦，伊金门大汉人的钱哦，过了10亿啊，但是追加要追加，绝对足多，去起金门大桥，这是金门县长提钱去起，因未来就要带金门妈祖，所以即摆大金、小金5公里啊，有一条桥，叫金门大桥哦，金门大桥。连江的伫小金有一条桥会通厦门，叫做金厦大桥。迄连江因爱用因家己的钱去啦吼。下一张，4月初有看无？美军 F-18 迫降台南机场，吼、哦，过了10年来所见的哦。为什么美军会派进来战斗机迫降台南机场呢？迫降是台湾的媒体写的，台湾的媒体哦，你咱拢知，台湾的媒体通通靠统派，靠哪军呢？啊，若无就挖财团，伊无咧对台湾人讲话啦。这其实啦，毋是迫降啦，因为两天前啊，下一张吼、哦、，F-18 的形势安尼，叫做大黄蜂。4月初迄天降落台南机场，因为两天前啊，就是3月28迄天啊，阿强啊砍砍啊，派起来战斗机有挂飞弹的哦，飞来巴士海峡射击人，当然美国人生气。这是记者咧约的吼，从琉球基地其实毋是啊。咱拢知啦，美国有一台航空母舰，4月份伫迄个兰屿有无？兰屿参加飞鱼季，伫迄个航空母舰飞来，
登陆台南机场，伊就是要甲中国讲，希望北京看得懂意思，那迫降啊，那叫例行性着陆。这个土地是我美国人来管的啊，什么在迫降？各位军机是不能随便迫降的，民航机才会使呢。记者是咪甲咱骗讲，啊，因两台迄、那个 N 零派去，所以迫降台南机场，敢有影？因为迄个飞行员哦，是毋是去台南食小吃？是毋是安尼？迄种甲咱骗的，所以美国人真生气，甲中国人讲，希望北京当局看得懂意思。下一张，所以中国呢，发言人呢，伊也必须要回应美方的谈话哦。伊讲好了，那我知道哦，不是迫降哦，那希望美国哦恪守一中政策，全世界拢看有。中国发言人啊，甲美国人讲，希望恁恪守一中政策。各位，那个一中，请问会号咧什么名？啊，大家拢知嘛？咱当然咱拢知，伫外口台湾行搞啥拢唔知啦。那一中绝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伊即嘛来讲，绝对没有中华民国。哦，伫咧半年前，朱立伦是不是有去访问习近平？但是用报，朱立伦伫北京参习近平徛做伙，伊面对全世界记者讲出一句话啦，伊讲两岸同属一中有无？两岸同属一中啊，新闻嘛报啊，讲啊真大声啊。朱立伦嘛咧讲没有中华民国了嘛，对不？啊，台湾人真正听无就是听无，唔知要安怎啦。所以今仔日有来的好朋友哦，啊，赶紧家己听足清楚，把这个国际化、这个世界政治化逻辑创好足清楚，你的亲戚朋友才有机会通了解。哦，过来哪一个唔信的？洪秀柱即马是毋是要阁选中华民国总统啊？好，洪秀柱伊嘛是讲出一句话，伊讲一中同表有无？是毋是讲蛮到要死？但一中同表一般的百姓嘛听无啦。所以洪秀柱讲可怜的台湾人，恁听无？啊不，我空到实话讲白话，伊讲中华民国不存在有无？总算台湾人听有啊，但是听有是听有啊，可怜的台湾人歹信，相信咱去讲足多人歹信的。遐尼侪人一直强调中华民国不存在，不存在，足多证明，足多物件，一直证明中华民国不存在啊！台湾人还阁是歹信，吼、哦。这个报纸呢，主要是报吼、哦，今年2015年5月份呢，国军标案五年要开足多钱哦，汉光演习哦吼，围墙美方规划，各位这嘛是有迄个 PPT 来对啦吼。即马什么人咧划政权呢？国民党嘛，一开钱围城美方，伊就有国民党好谈，100%，这绝对袂使讲袂真吼。即、这个土地是美国人过来，为什么还要围城他？所以美国人当然咱们国民党长久咧交往吼、哦、交结啦，吼、哦。当然是台湾关系法，美国人书写的伫国内话台湾关系法，伊虽然讲要保护台湾，要卖武器给台湾，其实咧。拢嘛卖一寡迄个三宝的台湾，其实是咧甲咱乌钱啊，两方面拢共款啊吼。照看吼、哦，国军，各位哪一国？中华民国都不管谁啊，无中华民国啊，敢若写国军国军，对吧？咱也要看这个美国吼、哦，下一张嘛共款吼。去年6月17日吼、哦，主席部 A4 把它看看真好面啊。我海军啊司令出席美舰队司令交接，乌是啥？再过来有看无？中华民国伊不存在了啊，拢嘛唔敢写啊，对不？其实啊，去年伊个军权啊，阿欧西的中华民国伊个军权啊，军令啊，已经交伫美国国务总理啊咯。但人爱看有内底敢若真正做吼。下一张，这个新闻呢，伫今年的4月初二，花莲啊，花莲一个吼，咧《东方日报》伊家己刊出来的新闻吼。宜兰州办公室昨天成立哦，昨天是4月初一嘛吼、哦，百人干部齐聚一堂，台上台下一团热闹。台湾民政府呢，美国在半年后啊接管台湾，有看无？报纸家己讲呢，报纸媒体真厉害。迄天啊，宜兰州办公室成立迄天就4月初一，我嘛拄好去吼。当然，当心大家拢有熟悉，啊，当然有一个无熟悉，大家问讲，小平迄谁？唔捌嘞。我一个迄个朋友，唔捌哩，无一个捌哩啊！咱大家心内有数，迄个不是国民党派来，就是记者，吼、哦，卖插伊。毕竟你伫遐演讲的时候，伊自头听到尾，所以郭天刚家己对人写出来，台湾民政府半年后接管台湾啦。可见记者已经拢知影，知影台湾民政府对要接政啊。佮下一张你就知吼、哦。
这呢，伫咧今年的四月二九，其实伫四月二六迄天，咱真得酒啊，差不多有300人同款。伊这是过一个台中酒哦，四月二六300人的新得酒伫虎头山，伫遐甲民众讲讲，台湾民众对要执政啊。三天后咧，四月二九，台中酒嘛同款哦，嘛差不多200-300人伫台中的总部出发啦，去甲台中市民咧讲，台湾民众对要执政啊。但是这个记者自由时报吼，有写你看无？千人建筑啊，走出台湾国际地位这种话，各位你看重点无啦？连名200-300人尔啦。啊，这个自由时报记者为什么写千人建筑？各位，这个记者有糊涂无？伊明明知影台湾民众都要执政啊，所以即摆拢挖过来啊，拢挖过来哦，甲咱碰风啊。明明200-300人，甲咱写千人建筑。走出国际台湾国际地位政策化，哦，咱也要看这个面角哦。过去台湾的记者媒体拢挖通派、挖财团，那拢挖过来啊。下一张，2014年的七月份哦，去年的七月份，安倍内阁会晤集体之会前，台湾啊若遭受到攻击哦，日本已经可以出兵相救。各位，咱来互动一下好无？这个新闻如果恁来看到，人来讲，哎、欸，啊，这新闻。伊是咧写啥？我看无了，足侪台湾人在你拢看无嘛。但是咱一定也要看这吼、個。我讲过，台湾人真正袂晓看报纸，袂晓看新闻。老实讲，人个中国人嘛无甲咱骗了，人个拢照常有咧做咧，是咱家己看无尔。各位，恁知安倍是啥人吼？台湾人足侪唔知哦。安倍就是日本的首相，就是安尼讲哦。天龙日本的土地，台湾朋友拢属于日本的土地头家，但是我无人管理，我请一个总经理来管这个国家，类似安尼啦。所以安倍是日本的首相哦。伫去年的四月二三，奥巴马有去日本，有访问日本哦，伊特别帮助安倍恢复集体之前获得什么呢？嘛，到底足侪人唔知。迄、那个伫1949年啊，世界大战战煞了后。麦克阿瑟将军把大日本帝国当年迄个时阵叫做大日本帝国的宪法改掉，改成新日本和平宪法有无？所以韩基啊，日本刚才有自卫队呢，未使有军队，未使出兵的有无？叫做自卫权呢，韩基哟。日本是不是弄自卫队？所以伫去年的七月初一的进行，中国是不是弄派船啊去钓鱼台共插旗啊？讲迄阮中国的，啊日本讲日本的，中国讲因的，中国共插旗啊？当然，日本未使出兵的，所以伊只会当泉水尔。新闻咱拢看有无？泉水啊，泉水无要紧啊，雨水烧盆啊，都话热天咱凉凉啊，雨水烧盆。但是去年的会晤集体之会前了，请问这几年来，敢还够人看到新闻讲有船啊去钓鱼台？包括南海，去年的三月份是不是有菲律宾、越南、中国拢有人占南海？即摆拢撤退啊呢？因为会晤集体之会前表示日本已经会知啊。来，台湾哪种攻击的？日本已经会使出兵相救啊！嘛有人甲我讲了，奇怪，咱咱日本也毋是同国家的啊，为什么因遐会使甲咱救？同款，70年前啊，台湾甲日本是毋是同家伙？啊，同家伙，所以咱即摆参日本是互咧兄弟啊啦，兄弟。啊，兄弟啊，哪种球，伊是毋是会当出兵啊？正常就是安尼嘛吼。过下一张，这张报纸呢，你那报刊呢？吼，六月份，台湾民众拢传到啊，六州、宜兰州、台北州、新竹州、吼、台中州、台南州、高雄州拢传到啊，六个州50个郡拢准备好啊，随时要来接政权啊，开始要来对全民对全部台湾人民哦，拢来办申请，要来服务。下一张，这张就是6月15。迄、那个自由时报刊呢？啊，我有一个朋友，因堂弟吼，20多岁啊，尔，伊即马伫行政院内底咧打工。为什么你知无？伊拢参官二代做伙。迄天伊拍电话来讲，伊亲耳刚听到6月15迄天啊，你发现人心惶惶，内底大官大家真烦恼，真紧张，真惊呀。甚至有人讲出一句话，伊讲倒啊，即摆中华民国真正倒啊，因为台湾民众拢传落啊嘛，因随时爱离开嘛。所以人心惶惶，参6年前同款啦，人心惶惶足恐怖的，唔知变怎哦，因即马很恐慌就对啦吼。下一张，咱敢讲遐尼多，有话就是要赶紧甲咱台湾人、咱的亲戚朋友、本土台湾人讲，赶紧来领台湾本土的身份证。
这条修正，美国国联法的判决是假，没有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已经消失啊。所以，伫台湾的中国人就是咱咧讲外省的一挂吼，已经开始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给因的旅行证，因为摕了这张旅行证呢，等同中国的护照。因为啊，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不是国家，它不能有护照。基也当他兄弟发给他的旅行证，对不？那台湾人要安怎呢？搬到台湾人爱行这条路，赶紧来领这张行证。这张行证如果那是摕到，美国伊爱发给咱旅行证，因为台湾嘛不是一个国家，未当有护照。同样的道理哦，占领全国就是美国，伊一定要发给咱旅行证。参琉球同款啊，琉球的旅行证叫做美国加密的美啊，美国旅行证。摕了这张等同美国护照，各位，这张是美国护照，这张是中国护照，你看倒一张会较好用？大家知吼，嘿嘿，美国较好用哦。这是美国绿卡啦，同款。你要成为美国人，拿到绿卡以后，满五年内住满两年半，就能够到美国国会法院去宣誓啊，考试。其实咱台湾嘛有绿卡呢，连江吼，台湾还是会有很多绿卡。啊！叫台湾人办这张身份证免啊！咱来讲讲这张身份证的重要性伫倒位？下一张，其实啊，这张身份证的重点就是背后迄四字 USMG， 这张是身份证，嘛是驾照，同时嘛是健保卡，三合一的。有证片有看无？咱的资料咱无写伫遮吼，咱的爸母吼、祖籍咱无写，这才是正确的啦。正确的身份证是安尼啦吼。重点是后边这四字啊 ，USMG， 美国军事政府，咱这身份是美国国安部发下来，绝对不是咱家做的。所以，咱来叫亲戚朋友赶紧办这个身份，咱把资料寄去美国，来回要两三个月才提到哦。哦，所以要赶紧。啊，办这个身份有啥物好处嘞？伫头前下一站，这两年有看到右上角，咱家有人无看到身份的无？有人还未办，无唔捌看过，举手一下好无？一人两个，好。不，也未看到哦。所以，我只等下等我咧传咧哦。重点是后壁迄四字 USMG， 啊，上过台咧就是正面右上角这两字啦。TW 你会当摕到 TW 诶，代表讲咱就是本土台湾人。所以每一个人一定爱去户政事务所申请日本时代户籍成本。日本时代户籍成本咧，爱申请爸爸妈妈。如果爸爸妈妈还佫未满71岁吼，都唔是日本时代出世，爱往上追一层条啊，对佮像阿公阿妈，那妈妈这边爱对佮外公外妈，才会当摕到 TW。啊 ，TW 有偌济福利，你敢知？下一张，有看无？福利足多啊！全民健保不用缴了，我有讲过啊，这张三合一嘛是健保卡，咱摕这张看病免钱嘿。过来嘞。现在有超过80万的学生囡仔，高中生、大中、大学生都有助学贷款，免领，这个政府退行了。过来嘞，咱来执行了以后，对幼稚园读到大学一律免费，囡仔读书拢免钱，拢国家栽培。那超过18岁，只要若摕着 TW 这张身份证的，人人有厝通住的，无大间20平左右啊，20平那单身哦，小家庭哦。应该带落来吼，啊！若要较大间要安怎？啊，趁钱家己买啊！政府基本上人人有房子住，吼、哦。所以老讲个只吼，注意听嘿。台湾民政府的如果若执政了吼，会有很多行业会没落，很多行业会升级。恁敢想有啥物行业会没落？啊，八大，没错呀，正确个。人人有房子住，卖讲以后，即马的成房屋交易量愈来愈小啊，有无？做中介后摆绝对无头路，所以要赶紧解读。你著甲亲戚朋友讲嘛，来了解台湾民政府，当作一种行业嘛好啊，是毋是安尼？过来咧，有啥物行业会升级？你敢知？因为变动遐尼大，毋是政党轮替了了，整个国家变动，会有很多行业会不如他预期的。今天讲这条钱我明明赚了，为什么会安尼？那有可能会安尼？所以心里面会不平衡，会安怎呢？心理医生，精神病嘛是对啦，心理医生嘛对啦，迄一定生理会真好个，对吧？好来，
六十五亿的老人年金哦，每个月800块至1200美金，800块美金哦，合代表偌济？2万4哦，每个月哦，每个月2万4哦，安尼好无？来，囡仔读册免钱，国家栽培，中年人嘞，看病免钱，住厝嘛免钱，干那趁钱是家己，老爸老母，国家饲。哎呦，好无？目前65岁以上的老人年金啊，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发偌济，恁敢知？后3000，后3500，大概了3500左右啊啦。你来看吼、哦，迄个因迄个迄个1949年战败走来台湾迄个老农民啊，其实因的全名恁敢会知？恁可能拢唔知，大概拢统称农民啊。因的全名叫做光荣的人民，光荣的人民，所以简称农民。因啊，看病免钱。住建村免钱，住农民之家免钱，所以因逐工伫讲咧遛狗咧行几里咧笑台湾人是讲啊迄个，逐个月有薪水通领呢，因拢几落万呢，阶级愈悬是领愈侪呢。啊，台湾人诶，65岁以上啊，应该在座有人领过未？即第三位大哥，哦，啊你看未出来？大哥，你有咧领老人年金未？不是咱政府，因政府，中华民国绝对不是咱政府。你70几？好，大哥70斤吼，注意的吼。啊，这位大哥几岁？60岁哦，拄拄好领两年啊吼，每个月嘛领安尼尔吼。你也想，最近拢咱咧拿的，啊，伊给咱的老大人是大哥大姐，一个月3500尔。你也想，干那啉汤嘛无够吼，莫讲食饭啦。大哥，你77的吼，咱来知哦，77岁，就是日本人离开台湾的时候，大哥你已经6岁啊，拄拄好得要读一年啊，你读无对对无？对无？七岁开始读嘛，读无对，因为伊才6岁尔，这足好算的。1945年拄到71岁，所以咱若要请户籍成本哦，甲看，那71岁你也甲注意看。是不是1945年的9月2号？那9月2号之前的，伊本身日本时代就在。那9月3号变安怎？无要紧，往上追一层就好啊。吼、哦，老人已经每个月800块比2万4，但是这2万4的有条件哦，是伫咧咱台湾民政府执政进前哦，有送件有摕到身份证的，每个月2万4，但是爱开1000块的迄个工本费。因为咱这爱寄到美国来回爱足久的，工本费1000块，但是无要紧的，伊即马开1000块，如果若执行了后，会还咱5倍的消费券，吼、哦，唔通讲5000的，以后台湾会用美金，是搞人家变你讲要来讨5000块美金，5倍的消费券啦，开1000块，但是若执行了后再挣无要紧，迄个时阵拢免钱啊，吼、哦，啊，互伊家己选择，但是拢免钱，老人年金的会减，有可能减200，有可能减400，哈、哦。假设来减400，一个月剩12000啦。所以咱爱甲亲戚朋友讲个足清楚个。你即摆请身份证，伫你老人年金每个月政府会予你2万4。那你若执行了才会请免钱，但是老人年金剩12000，啊，讲个足清楚，互伊家选择。我看大家慢慢2万4，迄是大家唔知尔吼。讲个清楚，人就赶紧来请啊。下一张，下一张呢，就是咧讲身份证个类别吼。TW 有独家许个福利嘿，真个呢。父母一方为本土台湾人，就是过去咱台湾嫁外国人，吼、哦、嫁外省也好，外国人，台湾的少年啊娶外国某同款，伊生出第二代咧，通通叫做 PTW， 加一 P， 伊爸母一方面是台湾人吼、哦。国民党伫台湾人买衣服的，是伊阿强啊，若感觉台湾袂歹，要来台湾大变喏，何咧西恩、加拿大中国人，越南 PN 诶 VN 吼、哦，印尼的 ID 各国。这个统称为台湾的绿卡，那台湾的绿卡怎么办？他不能享受福利，但是呢，无要紧，六年后就当活当个 TW 啊。但是这六年呢，要正常的缴税哦，啊，不能有犯罪记录哦，袂使犯罪哦吼。六年后呢，就当活当个 TW 啊。迄个时阵，大家拢感觉叫做台湾人，所以未来6-7年后，台湾会足趣味哦。这个人明明看到球帽，就看到阿斗啊。明明看到黑人，你敢问讲你倒位人？伊讲我嘛是台湾人了。为什么？伊遵照国际法，咱的台湾的法律了吼。6年以后就变成 TW 啊。
啊，咱硬讲啊多吼，福利遐尼好，有人有怀疑讲啊，这钱要对得来无？应该有人拄到这個问题啦吼，甲亲戚朋友讲，有人甲你讲，嗯，骗笑，咱这政府都要倒啊，你要看伊苗栗县政府迄薪水都发袂出啊，这政府负债遐多，是要哪有遐多钱？有人安尼讲无啦，也是家己本身有遐嫌疑，有人安尼怀疑无？钱从哪边来无？有吼，啊有要来人应，对人讲有啊，都足侪钱啊，啊钱对对来，有啊，我袂骗，足侪钱，啊钱是伫倒，啊对来讲足侪啊，安尼讲无我信，咱一定要提一寡证据往看下，下一张，伫遮，啊证据空白，我挑讲的吼，弄一个，钱从哪边来？注意看吼。咱即下每年，咱拢有咧纳税金对无？那即个政府呢，当年甲咱的税金呢变咧37%，过去上侪不甲六成咧哦。去做国防外交，当年是毋是爱起兵？啊，当年买武器，即条钱咱后摆拢免开啊。美国人爱家己开，美国人啊，因为法院判决台湾目前还佮伫美国军事战当中，并无美军，你爱家己派美军去，吼、哦，啊，你爱炸武器去。伊来替咱徛的兵，咱阁免付伊薪水哦。伊会带上好的武器、上好的军舰、飞行机来停伫咱的机场、咱的港口，要安怎？爱甲咱组队，所以咱免开这条钱，阁有租金没收，来去差真多嘿。当年吼，阁来战后重建基金啊，这条呢，战争我写真清楚，打败的国家必须要赔，打赢的国家钱，啊那毋是钱就是赔土地。所以日本天皇啊，伊选择赔土地。伊甲台湾甲澎湖放弃土地管辖权，就是使用权啦，让美国去用。那美国家己无用，麦克阿瑟将军委托老蒋，叫老蒋暂时托管了，叫一个暂时托管一大大七十年啦。因为咱台湾人哦，其实咱台湾人唔是袂晓的，会晓的，敢的人，想要出到风头的人，228被干掉了，台死了了啊。老一挂较故意的，柯文哲啊。去年要选台北市长的时候，三月份有一篇演讲，唔知各位有人看过无？伊讲啊，咱台湾人真可怜，咱的祖先哦，228哦，去予国民党台死了了，台死偌济人个唔知，将近走90,000人左右啊，拢点名做记号的，哪个巧的啊，较歹的拢台台死啊。所以柯文哲伊讲啊，一挂精英讲台死了了，留一挂较故意的，啊较故意是毋较好管，啊故意的带故意的生来。国路故意，伊其实要讲戆啦，伊唔敢讲，伊讲故意的，故意的带故意生来，国路故意，就是安尼。所以只要战后这条吼，战后重建基金呢，就是讲诶，之前我有讲吼，伊若打败的国家必须爱赔钱赔土地，但是咧，打赢的国家的军队哦，伊有迄炸弹后面弄有弄到百姓咧，所以他必须要另外编了一条叫战后重建基金啊，和战败的人民。编列，美国当年拢有编，这70年来伊有发无？有，伊过去有发过2年，发两年当然是老蒋的共收的第六地啊。所以美国人真歹发，所以这条钱目前还搁寄伫美国。阿扁啊吼，做总统的时候，其实伊嘛知影这条嘿，伊嘛去阿美国人讨啊，伊讲我要摕这条战后重建基金。美国人甲讲你毋是台湾人啊，你要哪摕？阿扁讲我台湾人啊，阿扁敢台湾人？是吼。到底是毋是？其实无人知啦。伊讲身份证就摕来，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靠你中国人啊，袂使摕。所以这条钱无够，你爱要等人嘿。战后重建基金，啊，去你遐久啊，富丽滚存，这条不了大条。第三条嘞，动身后每年编你2亿啊，去饲鱼瓜，这两字安怎念？哦，这是蜜糖哦。正人讲的，毋是我一人讲的，啊，你较袂讲嘛？正人嘛讲蜜糖。当个是阿辉啊，做总统时阵是毋是要甲台湾省废掉？叫做废城啊？为什么袂使废？因为美国人真知依照国际法啦，台湾省政府是咱本土台湾人家己的政府，要怎会使废呢？所以选择动神是安尼哦。台湾省政府是咱家己的政府。其实过去世界大战战煞了，老蒋带部队来台湾，迄阵单于啊，带部队先来台湾有无？伊嘛推咱设一个台湾人民的政府呢，敢捌听过？叫做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捌听过无？即下较老辈应该拢听过。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就是咱台湾家己的政府啦，
但是伫二八的时阵呢，变质去啊。再来讲台湾家己政府爱有台湾人伫遐做官对无？拢无，拢是中国人诶。所以二八的时阵，因即阵的台湾人百姓也是讲，咱要来招招诶，要来甲咱家己政府伸冤，竟然到台湾一行政长官公署一楼卡，管恁机关全都扫来啊！大家想奇怪，家己政府当家己人民，所以因为安尼了后，才改做台湾省政府。老实讲，国民党因的军队吼，叫做警备总部啦，老爸应该捌听过，警备总部捌听过无？拢乌白掠台湾人诶，但是军呢未使直接管百姓呢，毋则伫遐替人民成立一个民政府，叫做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二八了后改为台湾省政府。那因为过去的警备总部路尾嘛改做即卖号做海巡署啦，就是过去的警备总部啦。那海巡署摕咱的钱，使船去金门佚佗，拢免管阿强咧管啦，吼。这条钱当年开诚侪，现在也诚侪吼。公务人员目前有346,000+哦，咱民政府执行了绝对会减掉一半。因为咱来知哦，足侪目前政府机关足侪公务人员是咧零干薪的。包括前天新闻有报吼，苗栗啊，苗栗县政府啊，伊个公务人员啊，苗栗县较侪人，还是彰化县较侪，绝对彰化县较大官嘛。苗栗县的公务人员竟然是彰化县的三倍侪呢，难怪因个领无薪水，乌白开嘛，对不？过来，台湾民政府来执行了，会无干巴个，没有建议，没有选举，好野人会做事。各位好，人赚真多哦，但是伊拢会晓节税，会晓避税有无？讲到歹听，就是逃漏税啦，后摆拢会落。那干嘛会减少？干嘛咱会省足侪钱出来？咱拢知哦，咱落干嘛是唔对的啦吼。你像我干嘛愈去愈多啊？台湾是毋是愈来愈乱？你看迄政治爱共台人无来钱呢？就跟我讲赔3,000+哦。爱一个妇产科医生安尼留下共误诊，来讲赔4,000,000。哎，这赔你讲台戏啊，这赔3,000+，即马这报纸拢一直在比对，你看。所以干嘛，咱纳税金请警察去抓贼啊，抓个关，着搁起厝大，着搁煮三顿好食。啊，内底若规3-5个月出来啊，小偷变大盗有无？对不？啊，那搞伊那冤家相报，甲抓个关了，3-5个月出来了，有赤灵赤红嘞，变乌道的。所以干嘛是咧犯罪的温床啊？干嘛是咧训练歹人的所在啊？咱们拢要甲一直甲减到尾啊，应该会无去吼。后摆无选举，当年咧开冤枉钱，钱从哪边来？安尼有做无？过来下一张，还阁有嘞。目前啊，你讲啊，马英九哦，每年编40几亿，开40几亿个美金哦，照顾迄个光荣的人民，光荣的农民啊。农民真多呢，咱台湾嘛，本土台湾嘛，足侪农民的呢，你敢知？伫田下咧举猪头迄个农民啊，无共你尔，共因无共你，但即个农哦，做工的吼，下一张，当年咧买歹你啊，当年要买武器，后摆拢免买啊，过来下一张，下一张呢，你看哦，立委哦，国民党的立委清晰的拢支持这款，民进党内底嘛有10几个支持这款哦，我遮拢有名单，伊讲啊，凭什么寺庙？会当寺庙会当占国有地呢？5年后啊，就地合法呢？有看无？乌白母无？国民两党拢共款啦，中华民国内底所有党拢共款，所以未来台湾哦，绝对无什么党，干那剩一个台湾民政府。下一张，国民党前任中国，这个去年的9月份哦，立法院吵吵闹闹，民进党的立委叫做吴炳瑞啊，伊执行伊个合科党首长。讲啊，你有借钱哦？中国人无？伊讲有啊。啊，有担保无？无。借钱哦，外国人免担保。啊，为什么免担保？因为伊讲，他们的财报哦，写得很漂亮。各位，咱都变到要死。请一个会计师，把咱公司的财报写到死，我来叫合伙借钱啊。但是咱台湾人借无啊？借中国人，你来看哦。多少的？欠少的？无担保品。讲咱咧甲台湾人搬钱啊，必须你有讲过哦。其实国民党的。在咱台湾哦，即马每一工拢甲咱用赔哦，几十亿个，迄拢咱的钱。所以台湾民众爱关心起来就是安尼吼。前进中国这种有去无转来啊。目前中华民国的最大债权国就是中国啊，迄钱借去讲是讲借啊，但是提袂转来啦，因咧搬钱啦。下一张，来卫福部吼，寄生虫防治会，
96岁啊，万年回猫，每个月薪水13万，有看无？所以哦，咱袂使嫌老诶，你看人96岁还搁咧还搁咧做行过呢，为何不会啊？因为过去啊，咱我感觉细汉时阵哦，腹肚拢大大，阮母啊，计是我拢逐摆拢食真饱，结果毋是内底拢闷糖啦，但是有闷糖才会成一些气沉虫黄之味。但是即摆囡仔并无闷糖啊，为什么伊还搁咧领薪水咧？这是毋是无合理？就是不合理嘛。其实闷糖嘛毋是伊偷袭呢。各位，恁敢知闷糖啥物人偷袭的？蛔虫啊，蛔虫闷糖谁偷袭？你知无？无知吼，我甲恁偷讲啊，兴隆偷袭的啦。兴隆是毋是农药愈来愈毒？啊，咱啊买农药去转菜，啊菜内底有农药残渣，咱啊烤来食，食落去闷糖真臭伊，是毋是兴隆偷的？啊，伊咧领钱啊吼，我两回毛，下一张。这个新闻嘛报真侪摆吼，因一家伙啊，11个拢是老师，啊退休了后呢，每个月搁领7万外，伊嘛真歹势，伊讲我们愿意改革啊，伊的退休金呢每个月4万8，18%呢2万外，加加一个月7万外，所以因一家伙都10年内底都要甲这个政府领1亿，领到应该足歹势，伊讲即卖目前也搁咧伫学校咧教这老师啊，一个月嘛无可能7万外。所以这就是制度不合理啦，所以讲就是安尼。所以台湾其实台湾的制度参迄个学咧希腊差不多，前一阵仔是毋是苗栗的代志，足侪新闻台有咧讲，台湾已经希腊化。各位你敢知希腊是生在安怎？希腊的人哦比台湾人较贫惰，欧洲国家嘛，当讲哎呀有咧浪漫啊，其实有咧贫惰啦，吼。那希腊参咱台湾同款两党政治，伊逐摆若要选举的时阵，拢会开支票，讲哎、兄弟。支持者，我这边啊选了哦，恁这家伙哦，3个做公务人员好，啊无5个，拢安尼乌白开支票，所以希腊目前的公务人员有一成10%，所以因的钱就是安尼开的。等下你啊，台湾嘛同款，台湾是制度无合理，吼、哦。你看退休的人佫领愈多，各位恁敢知李德威是甚物人？李德威在吼，信义一个信义分局分局长嘛，李德威。啊！因某是消防组咧上班，因两个阿某伫咧上班，一个月都领21万。但是有一边柯文哲是咪干妈，就是为咧甲闹鬼个。即摆哪个华人讲哦，拍哦，我就甲你换掉有无？啊！二条当然起码有是活力，真少因某讲卖做。两个退休免做了，每个月还阁两个加起来领19万外。这嘛是制度无合理啊！啊！听讲啥物郭台铭哦。企业家搁啊请啊，伊即摆一边照领，啊这边搁谈，所以念的嘛足好个，叫制度不合理啦吼。来，恁有人有咧立，有人无咧立健保卡无？咁大家拢有咧立嘛吼？你啊看吼，即、這个政府吼，违法开后门哦，63000几人是中国人啊，伫台湾咧食健保，啊因个囡仔来台湾读册读学校，伫大学个吼。每个月补助3万块，即嘛拢新闻刊的。啊，咱家己台湾的囡仔就爱贷款，安尼有合理无？健保卡感觉要继续拿，但无拿嘛袂使吼，无拿就甲你锁卡。啊，因咧变淡咧，会当安尼咧？安尼有合理无？足多，我即嘛举例这是冰山一角而已啦吼。下一张，各位，如果恁到那目前那有囡仔吼，要引头路，我来介绍下。行政院发言人士年薪6000万，有做无？迄天有一个较巧的，什么人？志玲哟，讲替我算来，伊讲啊，这其实嘛无做啦，73人安尼，年薪6000万除以73个人，安尼甲算来，敢来合理吼？嘛无偌济，应该6-7万啊尔嘛。但是行政院发言人敢有需要73人？我袂变嘛，是不是安尼？下一张，来，因吃香喝辣的，那台湾人呢？这个《天下》杂志啊，哦，这个就是高冠英，你看吼、哦，新闻常常在报。高冠英的，伊讲我是予咧高级外省人，所以带着你这鬼岛非常委屈。虽然伊是食台湾米、啉台湾水，臭屁到要死，所以一定是想要走袂讲停止啦。但是等伊要复职的前一，伊要退休的一个月哦，国民党的高官。佮安排去台湾省政府中央新村去遐上班一个月，中央新村是无甚物业务好做个啦，伫遐度假一个月就爽退啊，
每个月领8万块，领一世人。这中华那中华民国继续搁存在啊，包括讲吼，假设啊，可能假设如果假设这摆真正如果算门啊，真正搁算会着啦。假设我拢如实做啦吼，赶快救袂起来，中华民国的债务啊，已经烂去啊，救袂起来啊。哎，国民党的一日干咧搬了了啊，现金搬了了啊，不同身乌皮布拢送互财团嘛。各位，咱自细纳税金，吼、哦。好，这个政府伊用咱的税金去起一条高速公路，对不？啊，咱断了买车，家己买车要行高速公路嘛，爱立收费站，要立票，对不？立三十几年啊，干嘛阁无够？伊即马知影嘛，有怎啊要走啊？这个上限的嘛是其中一条足歹 BOT 啦，伊要走啊，先甲这个送给徐旭东去收有无？一年听讲会当减收29亿啊，等于是徐旭东一年会当收29亿啊。土地财团呐，柯文哲伫台北市干呐做一个月呢，是毋是25个 BOT 案？台北市目前应该有60几个 BOT 案哦，干呐掠这5个尔哦，掠这5个其中一个吼，咱美和市哦，就要叫伊吐几百亿出来有无？迄种台北市民的钱呢？啊，你看这财团，大家吃香喝辣的乌白母啊，尤其是通信是目前啊，目前咱的电话费啊是亚洲地区上贵的呢，而且贵得离谱啊，迄种财团呐。所以媒体就是财团咧饲的，就是这个国民党咧控制。各位，那听到这吼，恁有啥物感受无？啥物感想无？会一直离开袂？一直是讲吼，我要进来甲亲戚朋友讲袂？会吼，但是这套资料，包括下到6个影片，恁拢会使来 copy， 做恁第一个先去啊，甲亲戚朋友讲。啊，我嘛有手机版的，甲用平板买当录。吼，啊，要哪要爱想，会使甲倒。我的电话就是我的本人的 ID 吼、哦。来，这张呢，《天下》杂志做的报告，台湾呢348万人呢，叫做穷忙族，嘛叫做夜光族啦吼、哦。但即马听讲好一个名较好听呢，叫做白领阶级。听到白领阶级，可能袂歹吼。就是吼、哦，你辛苦一个月所领的薪水拢白领啦，分了了啦，白领阶级啦。年薪不到3万块，假设伊有领有3万块，要安怎？伊这3万块来领来，伊必须要去立健保卡，对不？爱立囡仔的协会，爱立厝租，啊那无立房贷，唔是租厝就是买厝嘛。老爸老母袂趁钱啊，一个月政府给伊3000块，尔无够啉，无够食，绝对要提几千块补贴。所以家己足艰苦的，好朋友、同学开店，我拢无法当去甲捧场。所以相对即卖来开店的人嘛，足歹做的，知无？那不是真好，就是真歹。足好个人拢消费高级店，一般的人店拢足歹开的。为什么即卖赛轿车会愈来愈多？为什么即卖夜市啊愈来愈热闹？大家想要捡便宜嘛？啊，夜市啊，其夜市内底足侪人摆路边摊，足侪是兼业的哦。伊日时咧赚过，也毋是去兼业的。为什么？赚无够钱人开嘛，就是安尼啊。所以过去。台湾400年来啊，过去到未来啊，无一个政党，无一个政权会当让台湾人民安居乐业啊。干台湾民政府尔啊，你若想，囡仔出世了，读册拢免钱，拢政府栽培，老大人诶，政府饲，那中年人咧，看病免钱，住厝嘛免钱咧，干那趁钱饲家己尔咧。你看，虾米人会做歹？台湾人后摆是毋是无感觉会使？有人讲无感觉会惊未？会惊吼？一定有人会惊，讲啊，有啊，歹人啊，找要怎？后摆都无歹人嘛，因为社会福利遐好，对不？啊，过来嘞，社会福利遐好，无人会去做歹，袂好。过来一点嘞，咱未来会设计哦，会学新加坡，会学政府官员嘞，薪水较悬嘞，薪水高一点，看起来好像高一点了，让他不必要贪污了，绝对够用了。但是你看看袂出比国民党薪水较悬哦。大概政府官的3到5倍，未来政府官员哦。但是国民党看的薪水是安尼哦，因台面上的假设是10万，伊台面下偌济你敢知？暗不薄啊。所以未来台面政府官员会较悬。那社会福利也好，无人会做歹。但是若做歹，学新加坡共款，两种刑，死刑啊，甲鞭刑。各位，恁捌看到鞭刑无？咱哦，迄个有五个影片哦，咱即下来放一个，先来放迄个
办修行的内底有，咱的修行哦，100%是美国国安部发的，所以这种修行伫美国国内是足好用的。迄个有诶，五个影片档有无？六个，有六个影片。我今仔也无甲人讲着无，我对不过来，我亲戚朋友，为虾米遮好物件，啊人拢唔知影，啊佫伊就是讲安怀疑，即嘛足奇怪。对啊，就是有人咧怀疑。咱到底是？已经落来啊！啊，咱这，咱我咧讲，你有办新闻证了对无？以后就是主人对象。台湾大车队的司机，啊，咱董先生要介绍。已经几万多啊？我上个十年，我都去过啊。有时啊，讲讲话的东西啊。五月三十，伊唔免啊，伊迄个宣判呐，迄个是宣判。那阿姨，安那摕迄个电脑安尼揪一个对无吼？伊双手举强全安尼，甲我指讲啊，提互我。我头一摆拄着安尼啊。阿姨甲我讲，你行对边啊，迄个通道行。啊，我跪的时，我想奇怪，安那也免脱衫，也免脱鞋啊，啊嘛免手举啊，遮悬对无吼？啊，他就让你通过。啊，那干那比过来通过。对，啊你一般的民众对无，拢伫遐排队排开步，伫遐脱鞋，都爱外套脱起，手搁举安尼。我现在旋转门，搁在扫描，扫描无过时哦。我今仔日，我今仔日也无甲人讲，我重点无。暂停，你重来啊！暂停。有看无？有看重点无？即个东西，黄薯椒，足多人吃过，毋是干那一个尔。为什么海关会甲惊呢？无检查呢？叫对阿过呢？为什么？爱要解释呢？咱互动者无要紧。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子？我都要讲过啊！哦，讲伤久，讲伤侪，向我听嘛，讲讲哦。想起来后壁是咪写四字 ？USMG， 伊就是这军官嘞，个惊嘞。啊，美国国来怎？他想象100%是美国官部发的。哦，啊，过来，过一段影片哦，迄、那个罗斯雷啊，去年报有伫咱中央有中央来咱们交流，罗斯雷迄段，唔是？罗淑蕾，讲我在立法院里面这么多年了、哦，有没有录音？有没有录音？没有了，录音了。我跟各位讲哦，我在当会计师的时候，我都跟我这个话我也跟马英九总统讲过了，也不怕人家知道了。我都跟我的客户、跟我的亲朋好友讲说，怕不赚钱。不要怕缴税，缴税是我们国民的义务，也是我们的光荣。能够多缴钱很好。可是我来到立法院哦，看了这么多胡乱的预算以后，我改变了。我都跟人家讲说，一兆六减两兆了。你听到不？这股听到不？听到。讲这种话哦，心里面很痛。真的心里面很痛。那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为什么很多政府机关它的预算敢胡乱的编列，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真正每天跟他们争、跟他们斗。那那种压力多大呢？比如说，好，我们把它删掉。我刚刚就提到那个一亿的那个产险工会，他就想尽办法攻击你，想尽办法那个。那讲我在立法院里面这么多年了。哦，有没有录音？这宠物啊，吼，各位，安尼有听到重点无？这罗淑蕾本人，伊是目前国民党的立委的现任咩呢？伊来咱中央，伊讲安尼，我伊蛮惊，伊讲我根本就统统讲过了，有听无？第一，中华民国不是咱的政府，所以伊讲税金会走就拢走。各位，我不敢讲，大家讲。我是要怎走？啊，人伊是讲会走的，尽量走啊！你来听有无？哦，对，过来，我拄才讲过，社会福利遐尼好，咱后摆台湾绝对无感觉的。迄、那个刷了吼，咱等下来看一个扁形的，扁形有人捌看过无？
顶天我这边是三人包房哦，一个哦切大切，哟，啊妈，今七条我唔敢看，心脏挡袂住。迄个咱来个看一下变形的哦，怎样？变形哦，变形哦，要不从我先来讲咧哦。新加坡因的经验是安尼哦，假设这个人来犯罪了，假设犯人来判三个月，就是一个月讲一摆。啊，假设伊来讲判三十遍，就是那三个月就一个月讲十下安尼。咱来讲落会安怎吼？哎 ，No blow, Gali, Batan。这真安全，医生拢在边仔讲。起啊！听未？你有要听未？五百。这个做不了，当初一判二十遍，啊，就是咯，变形有人讲不能到医院去惊哦。你也想啦，你安尼较好，还是要放互社会遮尔伤过自由，我袂该杀人较好。皮皮抓住啊，赶紧抓！出来！All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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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ah
坚固哦，未死也嘛未伤，也坚固。伊干那未当坐，未当倒咧困呀，会使趴咧困啊，会使做安过，会使赚钱啊，对无？但是也毋是爱家己顾伊啊，照因的经验，头顾头二十外工会好，那好是会使倒咧困啊，啊倒咧困几工了，落队啊，时间到，搁当来讲，爱使走未？会，那走安怎？抓着拍个点，本来三个月变六个月啊，逐个月讲啊。哦，啊，大概是医生吼，讲完了，医生拢会伫边啊讲，边啊转。所以，这是听讲是新加坡，那酒驾嘛是讲呢，七八人啉酒酒，六百万，罚钱无效啦，好野人九万毫厘啊，我咪当拒绝酒测啊，所以这伊的制度做得唔对，我好野人我九万毫厘对啊，就是安尼。两万、哦！我站在旁边，怕要摔到。这个我讲。走不走？阿伯。好啊，好啊，好啊。其实，要看阿伯有无？医生拢在边啊顾。我今天转啦，袂去分，袂去，袂。对无？其实啊。安尼会使啊，差不多。其实我个有一挂时间哦，我来讲一件代志哦。其实咱台湾人拢唔知哦，国民党中国人来台湾了，他们是有计划的要消灭台湾这个族群呢。这是何等严重的指控呢？
各位其实你拢知道我会甲恁讲，你恁大概想会到啊？因有计划，什么计划？伊拄仔来是毋是是抬一寡精英二二八抬了，留一寡较高个较好管嘛？过来是毋是八个四万换一块，对不？咱个祖先钱我请下在群里。过去你身份有四万块，你一世人食袂完的。迄个阵一斤米才两角尔，四万换一块，你四万旧台票换新台票，钱拢给我换去。吼、哦，过来咧。为什么台湾目前是全世界生育率的全世界第一名？为什么全世界生育率上尾一名？这就是因的计划其中之一啦。伊就是种个毒油，种个食安问题，伊拢歪了，反正去食食了身体歹，你就袂生囡仔嘛，对不？假设哪个会生，伊就把你经济如何作毛，如何作歹？假设即卖是毋是做个少年囡仔男女年轻的到？年轻到三四十岁，妈个不爱嫁人，不爱娶某，唔是因无爱啊！伊经济歹啊，伊无伊若娶某生囝都饲袂起啊！这就是因的计划其中就要消灭台湾民族啊，对不？过来嘞，那一个先，赶快伊过来给你编那教科书。一个先明明你回来，你老是 DNA 是本土台湾人，但是他个已经变中国人啊！教科书给你骗嘛，骗讲你是中国人啊！其实啊，咱台湾有一个马偕医院吼、哦，淡水哦，林玛丽医师，伊是妇产科查甫买来看的，看来到，伊专门咧替人验体位、验 DNA，DNA 是袂骗人的啦。伊安尼研究出来吼，应该台湾哦，本土台湾人差不多有八成，还阁是本土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就是咧偏埔族的啦。其实若要讲这个，还阁另外讲一句啊，偏埔族的当然是吼。台湾四百年来有荷兰人伫南部管三十八年，有无？当时西班牙伫北部管十六年。过来咧，是毋是郑成功来台湾南台湾了？伫台南遐了，因三代二十二年。郑成功你也无一年就翘伊了，了。到因后生叫郑经，到尾到因孙叫做郑克爽。到郑克爽伫二十二年以后换一个人，我咧死人，你知无？死人。应该不听咧，不大家不听过西龙啊。西龙规个个郑克爽台死了，迄人头无去，靠走当清朝啊。伊才引清兵来攻打郑克爽啊，所以过来就开始换清朝伫台湾的西半部三分之一年了，统治212年，拢无咧建设，干那抽租尔。所以南北二路未相通啊，有足侪大沟大河、淡水河，什么大甲溪、大安溪，有无大渡溪？迄种也袂当相当嘞，所以因拢派船、载船、载兵来台湾做官，三年、两年，都讲袂出再来去金门码头做兵，同款三年、两年就换人啊，干那抽租尔尔。所以伊伫安平港落船，放兵落管台湾人民，管咱的祖先。所以当初时咱台湾有十几个族啊，超二十个族啊。高山的嘛，超过十几座，阿美族、泰雅族迄块有。那北部有啥物道卡苏族啊、西莱亚族啊。北部你敢知影？过去总统府头前迄条路叫做啥物名？介绍路。阿扁为啥物甲改名？改啥名？你敢知？就是肯定袂猜到，凯达格兰族的啦。这土地就是北部族，咱祖先的所以姓的名姓个啦，凯达格兰族的啦，就是安尼。咱过去的祖先，不管高山的、平埔拢共款，各族有各族的语言，但是却没有文字。各位，咱个想看用逻辑来想哦，有语言没有文字，哪来的汉姓？其实咱的户籍成本，日本时代户籍成本都有注记哦，有注记广的，写一个广，知无？你敢知什么意思？阿毛写一个福的，迄就是你的祖先去学的河洛话啦，并不是河洛人哦。所以我常在讲哦，讲客家话的便未必是客家人哦，是迄个时阵清朝的时阵，祖先去学了客家话，啊一代一代传来。所以迄阵清朝的时阵呐，清国大量释县，偏不出偏不县啊，伊个咧释县啊。所以我认为咱这是足侪是用暂时的东西，拢是假的啊，都是假的。有人讲啊，咱有人去中国去追祖先有无？历代祖先第几代有无？有人安尼去对过有无？有哦，啊，真正有呢，但是伊并不知影中有一层是假的。我常在讲哦，即卖农民嘛真厉害呢，即个白啦，
生来足水个，哎，即个水果，但伊并毋知影讲，即个粽毋是别个粽呢，毋是苹果树个，无一定呢，因为农民经理也会接话啊。其实咱台湾人嘛，即个祖先嘛足侪安尼个，你来看人咱本土个公阿嬷，你甲摕来，后壁讲个你几代拢中国来个无影啦，上侪三代四代，差不多是安尼尔啦。咱若有咧拜迄公嬷，公嬷看我后壁拢写足清楚个，迄袂骗个。哦，所以台湾人爱，袂使咱袂使用感情的，咱来用感情讲，我就是爱台湾，本土台湾人会巧伊，会个国民党，会个中国人骗去啊。咱行的是法律，目前呢，安尼讲有双政府状态啊。中华民国，伊流亡政府准备要离开啊，伊的长官，伊的官僚是 AIT 的官僚就是美国国务院、国务院官僚是奥巴马。那咱这边呢，或者法律台湾，咱是。咱讲道理的，依法依理就行，无咧化感情的啦，无咧化爽的。咱台湾民政府就是 TCG， 管定的是 USMG 啦，美国军事政府。再往上呢，美国国防部、国防部，过来的是奥巴马，这是双政府两条。咱传统啊，随时会当接政权，这个政府呢，随时会当离开。真侪政府拄只看遐尼侪，拢知。吼、哦，绝对是前进嘛！个，迄是其中一部分尔尔，其实还阁足侪啦。社会新闻常常有咧报，新闻台常常有咧报。吼、哦，迄、那个我即摆时间阁偌久？啊？阁21分钟？哦哦，啊，请几点啊？才几点啊？我爱长多节目。是哦，安尼耽误各位的食饭的时间吼。哦啊！我鼓励各位吼，如果那是即个资料赶紧过去，啊，等于上咱的官网。你若要甲亲戚朋友讲，尤其是少年来讲，足多人犯这个错误，啊，你就拍台湾民政府官网去看，就知啊。各位，若要拍中文，台湾民政府去，绝对找阿强阿去，阿强嘛说者台湾民政府要骗台湾人，干台湾国民党伊就说几个足侪假的，一定爱拍网址啊。啊，王子，王子会知无？我讲，遐拢有咱的收证，咱的名片拢有写 USMG， 咱的红色车牌啊，外口咱的红色车牌拢有写 USMG TCG， 王子就是、那個。啊，真侪台湾人，真侪拢袂晓讲，啊，你都拍台湾面照去看，去看绝对是拢负面的，所以难怪做人讲，哎、啊，拢假的。所以咱也要讲正确的。对，过来咱的收证绝对有印，咱收证绝对有印 USMG， 印咱的王子。过来，咱的收证后壁嘛有写 USMG TCG， 对 USMG TCG 点 NING， 哎，啊个个点 COM， 哎，好，安尼今天我就讲到这，谢谢。